大家好，我是广东。今天呢，我上码头来了，准备炖个鸡，这是昨天刚宰的那个自家养的那个山羊那个鸡。来，我想洗一下，皮毛冒了。来来，我今天是韭菜，就硬菜，又是生蚝，又是炖鸡的。啊，好，那洗洗。我把那个鸡呢已经洗干净了，准备把它分割成块儿。大卸八块，鸡腿怎么有了？鸡腿好了。鸡屁股不要。鸡屁股好吃。哎呀，这炒的哪的？这是一半的鸡。那块大点，这个鸡我已经剁好了，准备炒盐水，然后好入味儿。来，我再切一张猪肉块。啊，张哥，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因为大地锅火厉害，而且一定炖时间长，这个鸡养的时间长了。大小父母，你看这脏气，得少看一些才能有的。倒起来。你看这个鸡肉，这是个老鸡。先把鸡炒熟了，你再切那些部分。鸡。啊。红卷、香片，好。这是一回的，把这个味炸出来。我先香肉说一声。放点辣椒酱，可能比较能吃辣。哎呀，这个辣椒酱很过瘾。朝天椒比朝天椒还厉害的。啊，老娘自己的。那行那行。咱们别，咱做这吃。嗯，看不了。兑上水。这个叫蘑菇鸡，我们很运动。哦，好家伙，水多的了不是？这个鸡肉应该擦桌了，放猪肉块和菜在这儿吧。哎，好的。呀，这个有菜椒哎，行行，痛快痛快痛快。烧了一锅，嗯，好了，盖上盖吧，大锅烧一下，对对，对。这个鸡已经炖好了，准备看怎么样？行，放点盐。出锅，这个炖鸡炖好了。来了，大盘炖鸡，新疆大盘鸡来了，吃过新疆大盘鸡吧？差不多。我谁喜欢啃鸡头？尝尝是吧？我喜欢啃鸡头，我喜欢吃鸡丸子。他给我啃鸡头，我管吃鸡丸子，他管吃鸡丸子。
合作愉快，合作。拿点香菜。哎，来了！这是自家农家院的地火鸡，这很非常非常正宗。来。是啊，这又是就这又是老百姓，有，在那睡一锅了的，是吧？这个画下去了，画下去了，那个呢，没画下去了，然后是啊，土豆，炸啥？